你就当自己在新西兰嘛。新西兰这可不是，这是巨石阵了。啊，刚刚绵羊已经过了，新西兰已经过了。嗨，走走，嗨景。嗯，来。我们最多就是做个美景的见证者。哎呦，这天气真的好。漂亮吗？嗯，这么多人。因为我天天就是地上都是有点湿漉漉、湿漉漉的感觉。嗯。湿哒哒。3000年前就有了啊。3000年前的巨石阵。啊。当时很多人都说这可能是外星人造的。你看上面站了个鸟。嗯，一点不怯场啊。嗯，这个鸟厉害，这么多人他都不害怕。多人拿着手机都在拍啊拍，为什么呢？好了，好了，声音是那么的清爽嘞！哎，在前面。刚才龙哥可能在视频当中说错了，这不应该是3000多年，应该是有5000年的。啊，更正一下，刚才我看了那个景点的介绍说明书，啊，重新说一下啊。漂亮吧？然后你看巨石阵，你看这个阵型，十圈，十圈。好了，就这样了啊！大家看到了啊！好，关掉。太冷了，手都不想伸出来。好了，龙哥那个巨石阵看完了，那本集的巨石阵的那个视频就拍到这里，好吧？抓紧时间我要上车。那分享生活是一种快乐，我是龙哥，感谢关注60后大阪慢生活，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，拜拜。后面那个柯柯伯又来了，打声招呼呀，都入境了。